肖战工作室昨天更新了一条抖音，他戴了一条项链。对，我是胖的，因为我现在健身，然后吃，所以身上有肉，但是我是那种身上一长，然后先长脸，然后一瘦的话，最后再瘦脸，就一般都是脸都很瘦嘛，我身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肉，所以如果想要身上有点肉的话，就得脸先胖起来。但是最近真的有很认真的在练。而王一博在今天发了一条抖音，也戴了这一条项链。磕到了吗？